大家好，我是 Joy Jerry。从上周开始，就是墨尔本放宽可以旅行25公里，我们就想说今天天气还可以出来走走。那我们第一站是 Brighton Beach， 它最有名的就是彩虹小屋。彩虹小屋就是一个冲浪小屋，就是给大家放冲浪的工具啊，什么冲浪板之类。它一间至少知道多少钱吗？一间要至少20万澳币，就400万台币以上。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这个彩虹小屋吧 ，Go！哎呀，这么冷，还有人在玩水 ！Oh my god！ 今天好冷哦，只有12度。哎，到了。对，这一排就是彩虹小屋。我很适合买来，然后卖那个热狗跟咖啡。对啊。哎，他的船来了。我在玩水。狗狗，狗狗要坠节了。对，太远了吧？他把球丢太远了吧？这真的可以吗？他的主人都不管他哎。回来了。这个蛮美的啊，这个。如果你住在市区，其实来这边蛮近的，因为这里有一个火车站，所以你可以搭火车来。非常。不要再拖刘海，你已经没有刘海了。对啊，刘海被剪光了。哎，它其实是有编号哎，这是64号。你刚刚照的那个是66号，这是63号。对啊，还有门牌号码。对，你看这个就适合拿来卖热狗跟贡丸，贡丸汤。有渐层的蓝，基本蓝啊，咪咪走丢了，我有时候好像老虎，娜娜不见了，他好像老虎哦 ，DJ 娜娜，他叫 DJ 娜娜，他来了，他很凶哦，他喜欢吃薯条，我怎么都，他就叫我，下一站。现在来到第二站是 Secunda， 那后面这个就是这里很有名的 Luna Park， 但是 COVID 期间就暂停营业。那我们就去看街上有什么店开吧 ，Go！ 但其实，对，我真的觉得澳洲的游乐园都还好。这里是一个海边度假区，然后右边就都是海滩。啊，所以就录到你往后，然后撞到电线杆，对不对？你是想看我出球？你知道太多了。这边的那个提拉米苏，不是这间呐、啊，不是这间呐、啊，这个是犹太店呐、啊。不是这边吗？奶油乱停啊！这里有很多犹太蛋糕店，还是希腊蛋糕店。这边的提拉米苏好吃，95号。这又是一间希腊还是到底是希腊还是犹太蛋糕店，我都忘了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，这边真的很多这种蛋糕店。96号，所以大家如果在市区的话，就可以搭96号来 Secunda 一保养车。欸，我想说怎么有假的、啊、好可怕哦，你可以去正面拍。应该是万圣节要到了啦，我们社区礼拜六也要给小朋友糖果，我们已经准备好桶子了。桶子，你要装鬼去吓他们吗？不要，我长得那么像天使。你长得很像红心皇后。假表，假表什么啦？我刚一直跟拍你，大家会不会以为你是什么 super star？ 不会啊，不会吗？你说路人吗？对啊，大家会不会以为你是 somebody？ 周杰伦哦。这家平常有卖 whisky 口味的，但他今天没有卖。
我觉得有加酒的冰淇淋超好吃的，叫 Seven Apple， 大家如果有来圣丘达可以吃看看。它是木头小火车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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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去圣丘达海边。好、哦，咕咕咕了。再冷受人穿短裤了。Penguin 来了。哪里有 Penguin？ 这里啊。哦。这里是一个可以看迪士尼最近可以看到 penguin 的地方，那我们现在来去找 penguin 吧。来接小企鹅，看那个，看那个石头缝缝。对，要看缝缝里面。不是，它有些会没出门，不然人家一会儿又出门，太累了吧，都不用睡觉。那我们够不够幸运看到小企鹅？应该是不够幸运，因为有这个袋塞子，把手整塞。好像是企鹅啊。所以我觉得很像企鹅哎，真的假的？下面那只嘞，右下那只，是白的哦。一，二三，那他们也在看哎，该不会真的是企鹅吧？哦哦，之前的话是可以再走进去到更里面，然后里面就有一排可以就是更近的看到那些石头堆，然后就可以看有没有企鹅在那边。大家现在封起来，这一排有一个木栈道，那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有没有企鹅躲在里面，他们的家在那边，他们都躲在石头里面。特别是傍晚，因为他们会企鹅都会在太阳刚下山有点暗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回巢，因为那时候对他们来讲是最安全的时候，因为如果太阳很大的话，就是他们容易被发现被吃掉，对，他们的天敌会吃掉他们。有你表演企鹅给我看吗？这狮头小企鹅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那我们现在来到 South Melbourne Market， 它是一个有吃有买又有玩，哎，没有玩，有吃有买的地方。嗨，巴黎。我还以为这个直接点来都不会有人。他是卖 Pella 是不是？西班牙炖饭。哦。这家就是好吃的海鲜跟意大利面，但是他没开，是新开的。哦，卖蛋糕的，新开的，但很美。这还蛮不错的。哦，你说这个派呀、啊？汉堡。嗯。跟肉派，澳洲肉派。啊，这里好像是你可以买一些海鲜，然后以前就是你可以站在旁边有那个让你立食。是什么龙虾？对啊 ，lobster， 600块台币一盆。所以澳洲人蛮喜欢到市场，然后就点一打生蚝来吃。我带龙虾。这间咖啡蛮好喝的，而且它的水是给你喝气泡水。这间卖茶的也不错，感觉蛮漂亮的。很有趣的，很漂亮的一个茶店。这个是卖奶油70卷吧？但它外面好像是酥的。对啊。Hi. Hello. Well, you can get over here. This is like It's the same thing like croissant. Very good. Okay. Thanks. 那买一个来，买两个来吃吃看，好不好？对，他都讲了，我不点。刚才那个守卫警卫推荐我们来买这一家，所以就不得不来买。他有代言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他是这家有配合啊。看一下这个业费。我现在要排一家有名的可颂。What flavor 可颂 do you have? The plain or chocolate? Oh, chocolate. 它没有杏仁的，杏仁的很香，很好吃。
它里面好像还有包肉，嗯，很肥。这就是 South Melbourne Market， 就其实还不错逛啊，就如果疫情结束的话，大家可以来逛一下。今天的丹尼比，一杯咖啡。这个甜甜圈里面包草莓酱也蛮好吃的。好，当一个吃播。吃播。是巧克力的。哎，完全走了。是写那个泰国吗？不知道，我就想听雨欣叔叔的声音啊。哎，你们要巧克力？我吃下好像很难看的，算了。那你吃美美的哦。我们要形容吗？在外面有一种酥的感觉，里面有一种我不知道巧克力，浓郁的巧克力包在里面，有种温热温热感，温温感。好哦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但这很怕。哦。干嘛？然后我们刚才买的是巧克力跟酱，也是开心果。嗯，那我们吃开心果的。这种重磅创货真的可以这样吃。啊、它外面的饼很好吃哎，很像那个番薯饼，台湾的韩吉饼，然后里面的奶油馅很。好像不单只是奶油，好像真的有起司，但我吃不出来。你有什么是吃得出来的吗？蛮好吃的，很特别，没有吃过。它中间奶油很浓郁。我们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 Albert Park， 我们的朋友去雪梨的朋友，他店就是在这边参加 LGBT 划船队，他都不是在认真划船，他都在看猛男。这段应该不会剪进去吧？会哟。啊，看这里有一个姜母鸭。嗯，小声一点，他在睡觉。不要这么大声，别让老人家知道！不要这么大声，别让老人家知道！就是如果大家如果来圣 Kilda 回程，一定会就路上一定会经过 Albert Park， 这里很多人会在这边慢跑，然后也可以从这里看到 CCT。欧洲的公园很多都会有烤免费烤肉，你只要你可以免费使用，然后整理干净就可以了。他一个人架了1、2、3、4、5哎，架了5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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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。还有摩登。牙齿。哈佛鱼上次有胶啊，这树很大哎、欸，这棵。哎、欸，可以站在里面哎、欸。看。分。不知道是什么果实哦，是我们第一支 vlog。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喜欢的话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